恭喜丛总成为我们招商部新任的总监，大家掌声鼓励。丛荣呢是一个典型的职场女强人形象，她在外形上一丝不苟，但是在工作上呢，她是说一不二，雷厉风行。她表面看似很高冷，但是其实骨子里还是有一副古道热肠。 他是一个妈宝男，给这个郑长青和丛荣的这一对人物关系里面加这样一笔，因为丛荣是一个离婚带娃的这么一个事业型女性，她就很怕再找一个儿子，制造这样一个两个人可能会有的一个情感冲突的话，对人物的这个推进会很好看。还是本小姐最不爱的那种如假包换妈宝盘。我们这个剧里面是没有妈妈这个人的。 有妈妈，但她没出现。她永远是电话，无数个妈妈的电话，然后通过赵长青跟妈妈打的这无数个电话，给观众构建出一个母亲的形象，让观众知道她平时是怎么跟妈妈相处的。我觉得这个挺妙的。长青她还是蛮可爱的一个男孩，很温暖，很细心的上海男人。他虽然是我下属嘛，我们俩工作上其实还有一些争斗的东西，但他生活中他还是蛮照顾从容的。人就是不一样，我都不太知道这些东西。 你当然不懂呀，平时都是你妈妈帮你弄好的。啊，这也不是的。我觉得他也在我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。他的那种妈宝，他不是说他懒惰，他不想去学，而是家里没有给他这个机会，他妈妈可能就是宠他。那么在我这，他可能学到了生活中很多的生活技能。我觉得这是互补的。招商部总监，我志在必得。我也是。 这个人物关系是工作上的竞争，彼此看不惯，然后在相处的过程中，突然间好像反应过来，他好像挺好的，他适合我，跟他在一起我舒服，然后用后知后觉的方法来处理这两个人的人物感情。王总为了提拔你，应该得罪了不少人，也别让那些人看笑话，也别让我看笑话。谢谢。
小青姐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演员，她是一个非常谦虚的演员，每一场戏都会愿意跟我来讨论，然后问我你觉得这样会不会更好。我觉得能问出这个问题的演员不多。你的眼光不错的，就是戏啊，就一定是有意思，然后得给予的东西要接受。你要演戏，两个人光说台词是没有意思的。贾景辉是个非常好的演员，他演戏有很多的想法，他把握那个分寸非常到位，有一些戏他都会自己来调整，但他这个调整不会说是他只调他自己的，他会双方的一起来做个调整，有些改动很好玩，很生活。妈妈，哎，这一对 CP 他的这个情感戏的所有的任务其实就是让观众觉得很暖心，然后又会发笑，并会比王娟和苏沫的那个情感线夸张一点点，但是又没有夸张到让别人不相信，然后又觉得是饶有趣味的，只要观众喜欢，我们服务于观众嘛，然后把角色拿给他们看，他们只要觉得啊，我觉得挺好玩的，有趣就好了。